在格陵兰享受了两天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之后，今天天空就突然变了脸。下雨也依然阻挡不了我的脚步，一路冒雨徒步来到伊卢利萨特冰峡湾。总以为看冰川多半需要跋山涉水，过五关斩六将才能看到，没想到伊卢利萨特的冰川如此友好，只需轻轻松松沿着这样的木栈道走下去就能抵达。伊市有三条著名的 walking paths， 红、黄、蓝，比起需要花很多钱才能体验的游玩项目，徒步只需付出点脚力就能收获无与伦比的美景，拥抱大自然真是值得。我说这个是不是应该叫石耳呀？长在石头上的，跟木耳一样。这个石头导游说叫冰晶石。这里的每一座山，每一块冰，都可能是上万、上亿年的沉淀。任何人在这一切面前，都显得如此渺小而卑微。我现在就在2021年6月竣工并向公众开放的伊卢利萨特的冰川中心。它巧妙地融入周边壮丽的自然景观，记录了冰川的壮丽故事和格陵兰的悠久历史。这是在冰川中心的屋顶。在春夏季，随着气温的升高和上游冰川的压力增大，冰山崩解的壮观景象在出海口频繁上演。今天我就搭乘特制的船只前往爱奇冰川，亲自体验这一大自然的奇观。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坐的船去爱奇冰川的。前往冰川的途中开始是风雨交加，我只能从躺着雨水模糊不清的窗口窥见到海上的风景。幸运的是在雨停后，我们在海中邂逅了一只大鲸鱼，大家都为它完美的摆尾而欢呼。 Yes, oh, yes, yes. 途中我们还看到了一条壮观的瀑布，水流湍急的从山上直奔而下，然后又分散成扇形，从岩石上铺展开来。当我们行驶到靠近冰川的海域，海面上漂浮的全是碎冰，水下更可能有比表面体积大得多的冰山，因此在这条线路航行的船长几乎都是因纽特人，这是他们的领地，没有人会比他们更熟悉这里的海域。经过了2个小时的航行，我们穿过了万千大大小小的浮冰，最后开启了破冰模式，推开水面表层细密的碎冰块，停在了距离冰原入口约100米的地方，静静的等待，等待崩裂。看似静止的冰川，其实在不停的流动。边缘地带的冰川融化，脱离冰盖，又形成了大量漂浮的冰山。爱奇冰川是北格陵兰冰山崩裂最为频繁的冰川之一。冰原的深处，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70度，
虽然看不见内里的涌动，但可以明显的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。各个国家聚到这里的人一起等待在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冰川表层却有一小块冰崩落掉入水中，激起一片冰花和水雾。格陵兰的冰被称为万年冰，这种冰含有大量的气泡，既洁净，纯度又高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蓝冰。穿梭在迪斯科湾布满冰山的海面上，沉浸在宁静的冰海之中，深入迪斯科湾的心脏，近距离感受冰山的宏伟和静谧。微风拂过湾面，冰山在水中倒映，勾勒出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。算夕阳吗？现在是凌晨一点多，那个小姑娘告诉我这个确实是夕阳，但是她说夕阳完全下山还要等到将近两点的时间。这真是一次独特的北极午夜冰海探险体验，明天见。一觉醒来，天空心情又变好了，小镇的早晨很安静，偶有几只鸟儿在歌唱，让人神清气爽。先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，再继续今天的行程吧。哇，看那个雪蟹很诱人呢。现在呢，我就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迎着清澈的海风，踏上前往迪克斯湾的航程，去追寻这片水域中的鲸鱼。夏季是观赏鲸鱼的黄金季节，随着海冰的融化，大多数鲸鱼都会聚集在格陵兰水域寻找食物。在浩瀚的航程里，我们穿梭于一片梦幻般的冰域，无数浮冰犹如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或大或小，形态万千。它们悠然自得地从我们身边轻盈掠过，仿佛引领着我们步入冰雪女王那纯净无瑕、美轮美奂的冰雪仙境，每一刻都散发着令人心醉的静谧与壮丽。在迪斯科湾碧波荡漾的蔚蓝海域上，阳光温柔的洒落，如碎银般闪耀，与海面跃动的光影交织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。航行在这片充满神秘与生命力的水域，海浪起起伏伏，海鸟们在欢歌，心中满是对即将与鲸群邂逅的期待与激动。远处一抹深邃的黑色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若隐若现，鲸鱼终于出现了。它悠然自得地游弋，那庞大的身躯仿佛一座移动的海岛，静静地划破海面的宁静。阳光透过云层，斑驳地洒在它光滑的脊背上，更显巨大与力量。随着鲸鱼缓缓前行，它的鳍轻轻拍打着水面，每一次触碰都激起一圈圈细腻的涟漪。有的鲸鱼则开始了一场华丽的表演，它摆动起有力的尾巴，仿佛一把巨大的扇子，在海面上空划出一道流畅而富有韵律的弧线，展现出鲸鱼的力量与美感。鲸鱼摆尾的这一刻，是海洋中最优雅的舞蹈。一个人去了南极的冰雪世界，又独自来到北极的极寒之地。五年时光匆匆而过，余生还有几个五年如此纯粹地献给探索与自我发现。我虽无宗教信仰，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却日益深厚。在那些震撼人心的冰川面前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内心，这一生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？答案渐渐清晰，我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亲眼见证它的壮丽与多样。再见了，格陵兰。